感受明星魅力，体验潮流经典，欢迎大家来到巅峰音乐会，欢迎各位。那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谁呢？他11岁考入了少儿艺术团担任领唱，12岁开始词曲创作，16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他的音乐介于传统和流行之间，他拥有着天籁般的嗓音和模特般的身材。他是80后的军旅歌手，他是曹福佳，欢迎。More
怀里，我听到一个声音，有些沉重，好似滚滚的春雷。为何你还是如此伤感不安？难道我的依赖还不能给你安慰？其实你知道，我和你一样无助，总有一些音乐的忐忑和恐惧。不知道你是否已把我刻在心里，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把你忘记。这是你的心跳，一声声击到我心。这是你心跳，牵动着我每一次呼吸。有些清脆，好似森林中的雨滴，一下下浸润着我无法安定的心，一声声恰似我永恒移动的叮咛。其实我们有着同样莫测的命运，脆弱的如同一次无奈的叹息。每当我坠入梦的蔚蓝谷底，我都想抱住你，倾听你胸中的歌曲。这是你的心跳，一声声击心，这是你的心跳，牵动着我每次呼吸。今天是你的演唱会，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热情的朋友，是不是首先应该问候一下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今天真的我一上场没想到，哇，这边是我的战友，然后那边是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歌迷朋友们，还有我自己的朋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觉得自己特别的幸福。来，咱们现场的所有朋友先给曹富佳加加油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因为我知道今天对于佳佳来说意义非凡，这应该是你出道以来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对，这应该是我的第一次。对，小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说有一天我会在中央电视台举办一场自己的演唱会？哇，我因为我曾经想过各种，我说我的演唱会第一个演唱会会是什么样，没想到第一个演唱会是我们巅峰音乐会为我主办，这个真的特别的荣幸，特别的荣幸。曹富佳一开场也介绍了，说今天现场来了好多的战友，包括好朋友。这样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分批次的请这些朋友上台，跟我们一起聊曹富佳的故事。咱们先首先请上四位吧，有请凤凰传奇，有请王立达、汤子兴，有请。咱们先凤凰传奇先说说吧，你们眼中的曹富佳？在我眼中，曹富佳是一个又高又苗条的一个美女。然后呢，唱歌呢，我觉得她很有爆发力，哎，唱得很细。其实今天特别开心来参加曹富佳的个人演唱会的现场。第一个呢，首先作为我她的战友，特别的羡慕和嫉妒啊。巅峰音乐会给你办了这么大一个，而且我们家里的我们
娘家人全到了，这是我以前开演唱会的时候没有得到的荣誉啊！我特别要祝福你，而且你是个幸运儿，而且我也知道一路我们两个认识这么久以来，他是一个非常棒非常专业的歌手，不止说吧，他参加比赛一路走到今天，他的坎坷每个人都看在眼里，所以他今天的成功是必然的，你的演唱会一定会很成功，收视率一定会很棒，加油曹富佳。谢谢林花。我想说的我自己一个观点就是他在舞台上的这种魅力是源于他的这种自信，让大家看他很自信的一面，但他这种自信是源于他的实力，所以你是最棒的。谢谢张子欣。我是认识曹富佳是在2004年的这青歌赛，我们俩是老搭档了。对，从2004年我们就在一块比赛。曾经老搭档。我当时我一听我就有一个想法，哇，模特唱歌的这么好听，我该干嘛去了？那还要歌手干嘛呀？对，一路走来我真的是很羡慕他，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心、非常有心的一个歌手。我衷心的祝愿他这个演唱会成功，早日攀登流行音乐的巅峰。谢谢四位，谢谢。再让我们有请曹富佳为大家带来寂寞在唱歌。Of darkness, I want to show you secrets of life. I will guide you where dreams couldn't take you. She saw them flew away in the night. You're the moonlight for lover. You're the voice of tonight.You call, I will follow. We will live on a trip of delight. She, Shona, Ren Fei Yao, 快乐不可，好像快乐有的人选择。我等待的那个人来不来？我会是谁的，谁是我的，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憨憨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 You're the moonlight for lover, You're the voice of the nightYou call, I will follow. We will live on the trip of delight. You're the moonlight for lover. You're the voice of tonight. When you
of曹福佳都是通过青年歌手大赛，对吧？了解你的，你参加了多少届？我前后一共参加了5届。但是曹福佳这个5次青歌赛的经历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我们青歌赛20年最高分，99.66分，我没记错，是这个分数吗？对，06年的时候的参赛的时候的成绩。当时唱的是哪首歌拿这么高的分数？对，当时唱的是一首叫《绝不赴约》的一首原创的作品。哎，你觉得参加这么多次比赛，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是让我认识了很多好的老师、好的朋友，然后呢，同时在自己的心理上得到一种历练。确实，可能这个曹福佳成长的过程当中帮助过他的老师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位曹福佳要特别的感谢，而且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就是中国音乐学院声科系主任马秋华教授，掌声有请。
马老师跟曹富佳相识是哪一年？大2004年吧，到中国音乐学院来学习。当时他还是大学生，对，还没有毕业，没毕业，那是大三的时候来您那进修。那个时候的曹富佳，您第一印象他的条件怎么样？条件非常好，因为曹富佳他应该说，他的嗓音条件、外形、他的乐感，都非常的棒，很好。那么学习了之后呢，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当时他想回去，我就说你不能回去，回去太可惜了。来，我说你，他说我想当大学老师，他说我妈妈也特别希望我回去当老师。我说不行，你必须要在北京发展。所以当时就是我说我去河南找你妈妈，我要跟你妈妈谈啊。哎呦，你看这个人生当中遇到一个这样的好老师多难得。没有马老师我也不会来到北京，也不会来到站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没有马老师我相信你就不会去后续参加青歌赛，今天成为一个专业的歌手。对，就是生命是另外一条轨迹了。看到曹富佳这随着年代看一点点递进，我们感觉到曹富佳是每一年都在有新的变化。哎，他确实他的这个事业的发展的道路，他是一步一个脚印，稳稳的在往前走。你像就是说曹富佳，他就是平时啊，跟别人相处啊，或者处理问题，他的心境、他的思想都很简单。嗯。但是他在他热爱的演唱这个事业上，他非常有思想，他不受别人的干扰，也不受环境的干扰，他就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去追求，也很有智慧。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说他是一个有智慧、有创造性思维的一个演唱者。谢谢，谢谢马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老师。这样，曹富佳跟马老师拥抱一下吧，感谢一下老师这么多年来的支持和教导，谢谢您，谢谢。那接下来这样，在今天你的歌唱给大家带来几首歌曲好不好？好的，那是一定要的。首先唱哪一首？首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比较有古典的味道的一首歌曲，叫《浪淘沙》。来，掌声欢迎曹富佳。谢谢。屁股偏。
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满天遍野，你的屋子是那样的轻盈，你的心底是那样的纯洁，你是春雨的情节，没有，你是春天排出的世界，春天的世界。
的情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无论我停在那片云彩我的眼总是投向你如果在风中歌唱那歌声也是为着你这是旅人对根的情谊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是你的旅人我的根在你的土地这是旅人可以看出曹福佳在圈中的人缘不错第一次开专场的演唱会那么多好友送上了祝福特别感动这样接下来咱们再请上一位李丹阳有请这样李丹阳你给我们透露透露这个曹福佳私下怎么样曹福佳呀是个特别乖的女孩子嗯，别看她外表这么清秀内心这么宁静但是他的热情奔放和浪漫都写在他的歌里传递给了大家、嗯、所以说每当听到他的歌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享受真的是陶醉在他的歌声里了一次一次给我们这种震撼谢谢谢谢李丹阳接下来想给大家带来一首也是我家乡的一首歌曲叫《牧羊曲》上青青草，莫道女儿娇，无暇又乞巧。冬去春来时，留在黄花正年少。野果香。冬去春来时留在黄花正年少腰身壮胆气豪
正像最开始所说哈，这个曹福家音乐之路，结交了很多的良师益友。对对对。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对。不过我想接下来这个人啊，曹福家要特别的感谢，因为他是曹福家第一次参加青歌赛时候的评委之一。两个人通过大赛相识，对，之后呢经常一起演出，一起交流音乐。对，这个人我一说出来咱们在场的所有朋友都非常的熟悉，掌声有请著名歌手程方圆。有请。程老师第一次见曹福家是青歌赛，我刚才这么说没错吗？是吗？对，我记得就是也是在去年吧，比赛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之前已经参加了很多届青歌赛，就特别担心自己拿不到好的名次。然后后来我就跟袁子姐打电话，袁子姐就说，她说你一定要记着你唱歌的初衷是什么，她说你只要每次想到这句话你自己就找到答案了。实际上我是为了安慰她，因为我觉得我们唱歌是因为热爱，不是因为比赛，我觉得演唱本身最重要，所以当时我就让他有一个放松的心态。那程老师还记得第一次在青歌赛的时候见到曹福家，你会想象到这样一个小姑娘将来真的有一天会站到舞台上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哎，我觉得第一次看她比赛的时候我就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觉得她在台上非常的大气，非常成熟，可以说仪态万方，对，她有一个非常应该说是有一种大家风范，所以这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当然现在更加的成熟了，由于有了这么多的这个历练，有这么多的舞台经验，所以我也觉得他将来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嗯，那哎呦，评价就高了，太高了，这个掌声吧，赶紧。今天是曹福家的专场演唱会，你送一份祝福给他好吗？我记得我们曾经都非常喜欢一首歌，我记得有一次我弹吉他在那儿扒拉着唱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给我唱了一个和声，唱了一个二部。那今天我就想把这首歌也在这里献给在座的朋友们，也送给曹福家，叫《那些花》。为大家带来歌曲《呼唤》。
希望，也要让你回到爱的怀抱。曹福佳现在是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名青年歌手。谈到他的军旅生涯，可能曹福佳要特别感谢一个人，这个人是他工作当中的领导，同时他还是刚才曹福佳演唱的这首《呼唤》的词作者。今天他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的团长屈原先生，有请。可能大家了解这个屈团长啊，一是曹福佳这个工作当中的领导，刚才我说了屈团长还创作了《呼唤》，当然我要提到下面两首歌可能大家就更熟悉了，还有一首是《天路》，听过西部放歌。哎，屈团长给我们讲讲，就是您眼中的曹福佳是什么样的。曹福佳呢，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难得的一个纯粹的专业歌手。他呢，不是所有唱歌的人都是因为热爱音乐，但是曹福佳是。曹福佳呢，是一个非常有涵养、非常有内在的。他之所以唱歌呢，应该是出于一种生命的律动。因为据我了解，屈团长是一个特别赏识人才的这么一个领导。因为我自己不行，我只要发现有才华的，我确实还真是眼睛闪光。对对对，因为我都听说过，我是听说过啊，这个屈团长自己创作一些好的作品的时候，特别愿意交给这些他信得过的年轻的歌手去演绎。我觉得这份信任，曹福佳你要好好的感谢一下屈团长。因为曹福佳呢，我觉得是一个大可造就的这样的一个歌手。许多一些特质的东西还没完全发现得了，我觉得他是大可造就。所有呢，各位呢，就是所以呢，在座的各位也可以大可期待。好，对，谢谢，谢谢团长，谢谢屈团长。那我们也衷心希望这个屈团长，在关心曹福佳的同时，你也多多创作这个好的这个艺术作品，让我们听到更多好听的歌。谢谢。谢谢。2009年，曹福佳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美丽》，当中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曹福佳为我们演唱新专辑当中的《我和他》，有请。天空下阳光是爱，先从爱出发，夜色很美，有我在，有他在。不要不说话，花开了，我的美丽回答，不要不说话，月圆了，他的给予我表达，有我就有他，思念在祝福里。有我就有他，还有神奇，还有神奇给天下。有我就有他，思念在祝福里，走天涯。有我就有他，还有神奇，还有神奇。
陪天下。相爱的人才知道，爱情的美丽只有相知才明了，爱情的味道只有相亲的人才感到，爱情的魔力只有相思最美妙，情的味道只有相爱的人才知道，爱情的美丽只有相知才明了，爱情的味道只有相亲的人才感召，爱情的魔力只有相思最美妙。爱情的味道是这样子吗？爱情的味道让人流连难忘，像美食我在梦里飘绕，你温柔的气息在我的唇边像风一样飘荡，爱情的味道只有相亲的人才感到，爱情的美丽只有相知才明。看这两首新专辑的歌啊，唱完现场有很多人响起了热情的掌声，我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掌声鼓得最热烈，我们把他请到线上，有请著名相声演员周伟。周老师你好。这个在底下忍了半天了，对，忍了一场了，听了你唱这么多歌，我确实感觉到，哎呀，我这向你学习，一上来确实感到你们俩这个身高对我确实有压力，有压力。不，咱俩身高差不多，但是他，咱们俩见着他有压力，有压力。哎，就为这个，我们团潘长江都没来，你知道吗？我说的，就留了个影儿。本来我也不想来，我因为他这太高。后来我一想，我说屈团长也来了，我就算了，我也来吧，因为我想比屈团还有一点点优势。这个曹福家呀，参加这个巅峰音乐会，我觉得是太适合不过了。因为我觉得巅峰音乐会参加的人必须有这种疯癫的精神，身高也得很巅峰，这是在专业上一定要疯狂，这种疯癫的精神，曹福家具备，但是她这个平常生活中她又是一个很恬静的女孩子，她虽然姓曹，一点不毛糙，虽然叫福家，一点不浮躁，而且是快马加鞭，这两年是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一有这名让你给解释就确实是很厉害，很厉害，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也是为他站脚助威来的，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都是为他来加油来的，我在这里替曹福家谢谢大家了，因为现在在外边加油很贵，8块多了是吧，在这儿加油不花钱，我们再为他加一次油，喝一次彩，好不好？期待你的精彩演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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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只能加油了，用更好的歌
来回馈支持你的朋友，回馈那些热爱你的观众。对，接下来再来一首新专辑的歌吧。嗯，美丽主打。二位啊，跟曹福佳都是通过青歌赛结缘。我身边这位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啊，青年歌手马海生，大家好。这位呢，丁鱼，我相信现在他的这个歌比人还红，《相亲相爱》。对，这首歌现在太火了啊。是他的作曲，也是他的原唱。你们两个人说一说，你们眼中的曹福佳是什么样的？佳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第一印象啊，来者不善，来者不善。嗯，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是赛就是对手嘛，
所以就会对，然后比完赛之后呢，我记得有一天我们选手所有选手聚到一块去开会，然后那天我是戴着帽子，他可能没认出来我，他就说问我们部队里面，他说那个马海生是谁啊，就语气让我听着觉得哎什么情况，然后但是接下来是因为你唱得好，所以我说这个人是谁呢。其实我一直非常佩服佳姐她的唱功，然后她在舞台上那种自如，我非常羡慕。谢谢马海生对这个曹福佳这么高的评价。丁鱼呢，我觉得吧，我要夸佳姐的话都被前辈们全部都说完了，其实我就爆点小料吧。大家可能都知道，作为演员或者是主持人，在台前光鲜亮丽，但是幕后有很多辛酸的故事。然后刚才其实我跟海生到这个后台化妆间找佳姐的时候，我据我了解啊，她到现在昨天因为之前比较忙赶通告，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才睡了三个多小时都不到。这是应该的，因为确实是得到巅峰音乐会的邀请，到今天可能准备这个音乐会才20天，但是这个过程我非常的享受，也非常的幸福。对，佳姐，弟弟就一句话，音乐上肯定不用说了，一个字好，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希望在有空的时间你可以好好休息，多多喝水。谢谢谢谢谢谢。整场节目下来哈，曹福佳，我的个人感觉你确实是人缘太好了，这么多朋友前来捧场，所以我特别的感恩，真的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最后一位登场前来支持曹福佳的这位更厉害，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必须的。戴老师，您给我们讲讲生活当中的曹福佳是什么样。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也不跟他过，你说是吗？我真的不知道。那您讲讲您眼中的曹福佳什么样。这可以，其实我对他的认识真的就是从电视大奖赛开始。哎呦，我说这个演员好，这整个一国际范儿啊，唱那歌吧也比较现代。后来呢我就比较关注他，我今天为什么来，就是一个字儿，好，唱得好，唱得不好绝对不来。希望戴老师跟曹福佳共同合唱一首歌曲，永远的朋友。Just know you are in this
started you. Something happens when we're together. When I look at you, I wonder why there has to come a time when we must say goodbye. And loving me.那让我们一起祝福曹福佳吧，祝福曹福佳真的能够像我们节目的名字一样，能够跨上音乐一个新的巅峰，也希望你继续为大家唱好歌，带来更多经典的歌曲。也再次感谢巅峰音乐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知道我的不同的面，然后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在场的战友朋友们，还有老师们，还有我的粉丝们，谢谢你们，再次感谢你们。谢谢曹福佳，也让我们一起祝福曹福佳，希望曹福佳的音乐能够跨上一个新的巅峰。亲爱的朋友们，你想看到不一样的音乐现场，你想感受到最震撼的明星歌唱吗？一切尽在 CCTV3 巅峰音乐会。